酱驴，这就是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跪下喽！哎呀，师傅一会儿给这头驴修蹄子啊，就这个车上的，正在往下拉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说是这头驴拐了啊，把它卸下来，卸下来看看什么情况。哎呦，看这个驴的驴蹄子啊，已经翘起来了，走路是一瘸一拐的。对，把这门给它关上，让他们从这边过。看这个蹄子里边肯定，我感觉是坏了啊。好家伙，硬了很。嘿，成杆了，你看看。他走路是拐的，是吧？嗯。砍物买上了，这也是正宗的灰指甲。哎，剪没了，剪没了，剪没了。对，看看给你拧上鼻子了吧？舒服。这就是常来过他拐吧，无力。我啊，看到他的坏了，好像没。看这个金鱿鱼，金鱿鱼掉了一块啊。啊。走。嗯。刀反过来，师傅，刀反过来，对。线性是什么作用？师傅拿凳子了，开始上凳子啊。这。这真硬。鱼鱼不动不动不动，你看。这么厚的铁壳。蹄子还行了，没毛病。鱼哥，鱼，耶，鱼，太硬了，不好切。掉了。我脑子踢风了。蹄子倒是挺呛，是吧？嗯，这都不赖。夹住！哦，夹上！飞了啊！这也倒漂亮！哦，这也倒漂亮！师傅越说越上劲，咱俩也倒了。浓浓的味道。看看修了和没修的差别有多大。再拧一圈。酱驴，这就是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跪下喽。哎呀，这样舒服啊。这样舒服了。修一修不舒服吗？把这头驴绑起来，吊起来。啊，很长了。哎呦，你看你还闹不闹？把它吊起来，吊起来，它就不会倒了。还耍脾气呢，看看。哎，发力，它在后头。咦，你看那。这师傅切下来那个，看看啊。问啥？你问他给你说的吗？正经话，你听不听？
游泳啊。好的，我为了减下来。哎呦我去！哼，不加了啊！跪下，又要跪下啊！起反作用了啊！哎呀，一蹦三跳的，哎呀，绑着还撂几鞭子，他妈的，比这啥这多，刘三儿出马，刘三儿呢？看不着了，来，再上去，对，刘三儿出马，一个顶两啊，哎呦，还真不给力啊，真不给力呀。不是捋不拉，就是磨不转。对。老实了吧？哎呀！我给你揉一揉来。哎呀呀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走了，走吧，动物先走了。走，他不走，他不走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是不是水土不服哎？吃不习惯。这是之前被搅过一半了。拍个视频来上电视来。卷起来了啊，变形了，裹了一圈啊，驴蹄子裹成这样，看来不是和水土不服有关系啊，是和这个驴蹄子有关系。喝了牛奶，吃的蛋糕，这么好的生活水平不想吃啊，那就是蹄子毛病太大了。站住！一，一，我的这么狠，别看了吧，修好了啊，这头驴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，就是里边加着血泡，问题不太大。往窝着不起来了。